是好闷哦，都软掉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身为一位 YouTuber 兼主持人兼实况主兼 model， 我们工作常常维持同一个姿势，所以呢，我就常常觉得我的膝盖然后跟腰有点不舒服。膝盖的话，是因为我们模特的工作维持一个姿势站比较久，然后我们又穿高跟鞋，回家就会想要坐嘛，因为平常工作已经觉得很累了，然后可能打电脑，所以又变成腰痛，站着也不对，然后坐着也不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样。平常身边的朋友他们就说可以去整一下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。因为我觉得好像很痛，可是听完他们说整完好像又很蛮爽的，这次又想说好像真的要来看一下。我应该这样就来到摩根老师这边，请他帮我调理一下，我们就赶快进去问一下摩根老师咯。这一位就是我们摩根老师，欢迎。Hello. 老师赶快救一下我，腰好痛哦。怎么了？你是做什么事？可能坐太久，因为我在开实况。你是不是都没有东西垫着你的腰？电竞椅后面都有一块小的，啊，没有支撑效果啦。要比较有支撑效果的，可能是比较有弹力的枕头，才可以把你的腰椎支撑起来。不然你的腰椎它就会像原本直直的，然后你一直压着它，所以它就变弯了。老师，那你现在看我哪里有觉得怪怪的吗？啊，你背对我，它右边的髂后是比较高的，这边是比较低的，所以很明显你重心可能比较常偏右边，所以导致这边的髋骨比较往上移动，然后往上移动之外，它还会往前旋转，这样子歪斜，导致你的脊椎会往这边去歪斜，你这边的骨盆比较往上的时候呢，这边腰就会很紧，这边比较紧。好，那这边。没那么紧，对不 对？差很多。我好像有长短脚哎。好，那你趴着，我帮你看一下。的确，他右脚是比较短的。我问题很多吗？以一般现在年轻人来讲的话，文明病吧。那如果这些问题就是长久都没有改善的话，他老了会怎样？你的腰椎会承受越来越多的力量，然后就很有可能椎间盘突出或长骨刺。那如果他骨刺压到神经的话，那你脚可能整个麻掉，是有这个案例出现的。赶快救我，老师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调整喽。好好好。哎，会痛吗？会。会。我不会让你那么痛，还好吗？什么要干嘛？伸展你的胸椎。啊，是不是还好，没有痛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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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。等一下我会把你背起来，背起来之后头缩一下下巴，不要往后仰。一二三，起来。啊！发自内心的叫，那个叫声好 man 啊！我现在直接趴着，弯斜蛮多的，看我现在压这边，跟压这边。然后你的荐骨真的是翘蛮高的，所以这说明坐姿很喜欢往前滑，整个过程最痛的地方会是放松，调整反而比较不会酸。对，讲得出话吗？啊，很酸呢、欸，很酸哈、哦。那老师调理这个是针对筋膜还是骨头还是一些肌肉的？都会，像我现在就是把它筋膜和肌肉放松。然后再进行关节的调理，调理完之后，它的关节回正，然后筋膜张力一样的时候，它这样子才会是完全是正的，才不容易再歪斜。太酸或太痛要跟我讲，就是要让它叫出来。我现在还可以忍受，很棒很棒。这个叫比较大声，还是飞行伞叫比较大声？好像是飞行伞。那这个还不够。这好闷哦，会软掉哎。你看我现在压在这边，酸吗？好像没有刚刚酸。那压这边呢？还好。这边比较酸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比起来还是这边比较酸。因为你现在这边尾椎是往这边歪过来的，因为你关节压迫的关系，所以肌肉会比较僵硬。我现在要帮你处理这边。OK。我的背已经流汗。还有？还有？还没结束。OK， 好了。我手心都流汗，我很少流这么多汗，太激烈了。我现在脚有比较好吗？有，好蛮多的，两只脚是平均的了。正常腰椎弧度要再凹下去，但是它比较往后凸出来。我刚是被打着。OK。老师，你是去哪里去？
手法的部分也是去跟外面的老师学习的，从19岁开始学习了，他工作已经6年了。所以老师现在几岁？25岁。哇，好年轻。好，来帮你放松哦，这边可以吗？可以的。是你的正面吗？什么？好坏哦！我今天是来干嘛的？受屈辱。然后这是干嘛的？这是帮你整个背部筋膜放松。我看起来好舒服。老师，连这个都做，这个都要学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也蛮注重软组织的放松，肌肉、韧带、软骨、血液都算软组织。蛮舒服的，比刚刚那个好多。我可以只做这个吗？那你裤子要全拉起来。刚发生什么事？整个腰椎延展开来。啊！伸了伸了。处理一下你的髋关节。哦。如果只有脸哦，就进来了。太夸张。走开。检查一下你的脖子这边。哦。老师刚刚压到我的耳环。好，稍微稍微稍微，原来是耳环部分。哦、OK。嗯。好，再来用 Y 磁带帮你牵一下哦。可以这一次吗？他刚才比较近，是跳一个全身的。第二次就还好了。这是正确的坐姿，最好的坐姿是这边有个东西可以垫着，然后身体往后躺，把你的腰椎给顶起来。但还是不建议坐太久。然后再来处理一下这边。用筋膜刀帮你放松一下，这个哦，老板以为什么？所以正常就是来这边就是这样子一套，对，都会是全套，但还是要看他的问题是什么。站起来感受看看，就轻轻的感觉。而且你的髋关节原本是外翻蛮多的，所以会让你的膝盖比较痛，那现在就不会那么痛。展示东西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一脚。单脚手力，所以要记得换脚啊，换脚展示啊。是这样子吗？那这样不就变成这一脚？但是两边的髋关节还是会容易外翻，到时候就变两边一起凸出来，然后凸出来就很大。嗨，不觉得我神清气爽了很多吗？整个很放松哎，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但你还是叫得很惨。就是必经过程嘛，是不是我叫得那么像大叔？然后我真的觉得很神奇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凹一凹就可以把我的问题给说进去？我们还是要靠肌肉肌力把关节维持住，所以等一下会带你做一些训练，影片就会在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就是谢谢摩根老师，那大家记得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如果你们要找摩根老师的话，欢迎到 YT 搜寻 Dr. Morgan 老师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